西元一五一七年，马丁路德公开了九十五个宗教理论，引发新教徒宗教改革运动。新教徒是宗教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他们不屑罗马天主教各种恶性屈辱，于是开始传播自己的教义。世界和平，我们不可以像那个糟糕的罗马一样，我们要秉持着我们自己的教义，吊台请问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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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好景不长，西元一五三四年，亨利八世公开最高权力法令，从今天起，你叔叔女儿哥哥男朋友头发几公分，要怎么洗发乳是归我管。不得反抗，不得提出问题，否则你重打五十大板胡萝卜刺候。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，全英国教会只好听从国王的话。Of course， 如此的政治打压之下，教会始终会腐败，继续。然后腐败，新教徒为了要清理教会一切污秽，对政府官员视为敌人，并且一一的驱逐。之后，他们就成了清教徒。可怜的清教徒走投无路，最后他们看上了美国，当然，这个充满无限希望和光彩又美丽的国度。就是美国啦，这个美丽的领土，感谢主，兄弟们，我们出发吧！搭上了五月花号，展开了他们奇幻的旅程。究竟这段旅程有多么的奇异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原本以为到了新大陆就可以展开全新生活的清教徒，殊不知他们在美国人生地不熟，到了第一个冬天，恶劣的天气还有饥荒造成他们死亡的惨重。实在是太冷了，你看我都冷到嘴唇发紫了，而且我好饿，好饿，饿到快晕了。去天上见天父了啊！不不，升下去啊，升下去，没有没有。
样念我们怎么活？啊！刘天爷，为何你要这样捉弄我们？拜托你救救我们吧！这样子严重的疾病，让抱着美梦前来的清教徒死亡超过了一半，深入绝境的他们，究竟有没有办法重振士气，完成他们的美梦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城市来了，政治到美国欢迎报道，我春天来了，这时候啊，就是我们出来寻爱的季节。很多人在看耶，你现在还讲土语，全球中文化已经落伍了。我说那边好多尸体啊！啊，赶快来！好，给他讲中文啦！啊，真的哎，好凄惨哦！我们快点上前去看看。有生还者，你还好吧？你们怎么在这里？你们根本整个都在这里吧？打哪来的？我们是英国的清教徒，经过我们逃亡到这边，遇上寒冷的冬天，粮食不足。没关系，这时候就来一罐白马玛丽哈，不让你睡哦。我扮江南 star， 江南 star， 我扮江南 star。感到精神百倍，谢谢你们救我们。请问各位救命恩人是？我是美国的原住民印第安人。看你们这么可怜，而死这么多人，你们一定不知道我们的狩猎跟终极猎场。没有错，我们第一次到这边，人生地不熟，可以麻烦你们教教我们，帮帮我们吗？好啦，就答应你们啦。那你们不要再饿死了。对呀，带我们到你们的村落吧。谢谢，感谢你们。就这样，清教徒们跟随好心的印第安人来到他们暂时搭建的村庄。好心的印第安人向清教徒们伸出援手，教导他们如何种植玉米、谷物，以及到森林里狩猎火鸡的方法。大家快来看啦，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神奇的种子，只要把它埋到土里，用土埋好之后，几个月后，哇，经过美味的食物产生，耶！哇，太好了！谢谢上帝赐给我如此美好的食物。哇，感谢主啊，刚果。几个月之后，让人兴奋的果实终于长了出来。全力买的罐头啦，你一直吃一直吃，啊、我也要。当然，真实的玉米长出来是这样子的。除了如何种植谷物之外，善良的印第安人还教导清教徒们如何捕捉火鸡。大家看好，只要把这个毛呢，然后跟火鸡。好了，一直把鸡伸出去，被火鸡吃了！哇！太棒了！经过了春天的播种，夏天的熟成，终于到了秋天收成的时候。几经波折，还有几个月的照顾，清教徒们种下的谷物终于成熟了。他们感到非常的喜悦，因为。终于可以不用再受到饥寒交迫的痛苦，可以安心地迎接寒冬的到来。清教徒们为了感谢印第安人的帮助，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晚餐，邀请他们来一同享用。这就是美国第一个感恩节。如果你是
谢谢各位来参加音系主办的感恩节活动，请大家怀着感恩的心，把手中的食物都